去年日马表演过后，各界的飞熊都飞上台，列出就还会飞了庙里人政府，委托举办茶客团制作的日马，去年是为个将会在庙里展开八场的表演。今半夜记者会后，安道仍然重构跳舞，先表演进化版本，台前随之都本列安静才改革请下道。演员作等法拉比堡的神父现场又等一下的姨妈，在观众的威严行上行下，小朋友腾腾表现出热情，现场气氛当欢乐。由夏威夷委托紫凤茶剧团制作的泰贤客家亲子剧《姨妈》，而在九月十六到十八，在苗栗演中南镇中南国中一天天连三日的演出，总共八场，谈到熟悉，大家就当期待。所以能够透过姨妈也出戏呢，最主要。希望在疫情当中，大家共同努力，对呀，打拼过程当中，我强调我自己历史的过程当中，透过姨妈带本大家一个希望，带本大家一个勇敢，要坚强，要温柔。夏威夷副主席总统就表示，姨妈去年在北中南演出的时节得到各地方当热烈的回响，当今庙里面做的欣赏度也提防住当其他也演出。难得有安样的客家台戏，才呀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总共有八场的表演吼。天热啦，都本安尼学生的我们号召大概1000人左右的小朋友来。观赏。苗栗政府表示感谢夏威夷支持姨妈安泰贤的演出在苗栗表演。苗栗政府没安排接驳车，而本偏向地区的民众没有机会到场来欣赏演出，来感受姨妈传播出来的正面能量。客家新闻总制面苗栗报道。